哎，你看这个，嗯，你干嘛？有，你到底要打多久啦？好啊，嗯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他妈的！啊！哎，你干嘛加入了？哎，别推我！呀，我现在会看动画、哦。早就可以了，不要吵了，巨人要出来了。你不要打电动。打你的电动，这样。打你的电动，打你的电动啊！哦呦，好好看哦。泰山，你不要去打电动了，好无聊哦。我们出去逛街好不好？不要啦。哦哟，不要再玩电动了啦！我们玩一些别的。好，我不玩了。那我去换衣服，我去逛街。Yes。我不是要。你这么弱，不要去害队友好不好？什么啦？你用小丑不走中路，走上路就是蠢啊！没事，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在看人家高手怎么玩的？怎么上那么多啊？现在雅虎 TV 都有传说对决可以看，你就是把比赛看完再来打。嗯，好好看，有教材的。你忙什么啊你？哎，你干嘛收衣服啊？你干嘛？我们分手吧，你跟游戏在一起啊。哎，只是个游戏而已，你干嘛啦？